我觉得那个很难，很难。哦，是，还好。对了，它等级比较低，算是三瓦罐。我是看正事，而且我10000耶，我才4000，我是200上你吧，还有一个那个嘛，还有上你啊，我没钱，不要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应该要当草根了，当草根那我身份比较高。对，当超人。超人那我觉得我可以打字。阿迪亚不是太强了。生命打野很好。用上野哦。用上你，没关系，不用打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打野。没关系啊，你用上你也可以啊，不然过一天就没了。而且我们缺少战士。那上你是。对啊，姓名啊，所以不用就没了。没关系啊。你看我，双尾剑一颗制作最大生命加93。那、你是什么样子？我是什么？帮助我回答主角。哦，长按就可以了。原来还有这个。不知道。对啊，我已经知道。什么？按那个，然后它会跑出属性。对、按就会了。对，要赢。那没什么差。人的夜才有来，战力之王，战力之王，因为他是棒子跑的嘛。哦，哇，他有夜叉哎！不一定是有夜叉就有枪，是看后者有。对方根据对方，对方有夜叉，对方主要打野是悟空，我不怕哦。哎，是刺客我都不怕。你们好好，夜叉是可以买吗？都治愈哎，你们好好，你看都治愈。嗯。我也是走专心点的。真的是 force 脚步，帮我走上路好的，帮小鱼看视野，那帮你走上路，留下。好吧。我是动态调整，超人是乱走。就看看哪个路没有人。对。或者是需要帮忙，他就冲过去。游走辅助。对。他速度非常快。我现在已经不习惯一般的。还没来到成都队。角色。我还没来到成都队。我还没来传说对决，I 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. 我来侦查敌情。你说怎么看视野？就帮打野，帮打野，看一下有没有路。买不要打，不要打我一血。你也不要打中线，不要吸掉我的血。现在我就没有上二德了，我俩已经上二德了。应该是讲七珠峰。好，我们来打他吧。没打猴子。我现在血量零。没打猴子。我现在我血量就是。啊，他变成两个人打我。哇，小兵好厉害！小旭啊，干嘛啊？很奇怪，啊不然就打一轮，那你想打一打？我不想看视野。还是窝在这边，要不要他拉之后去补血？
打呀！我同学是别人打呀，打呀！干嘛这么风险？你看视野啊，就是别人，就你可以爱什么打。我不管了。那我这边打完了，我打野区。哦，这边厉害。还有打农就是这样，我现在可以打。好吧，我看视野，我就是。我刚才把去帮你帮你去帮他打了。好。你感觉我越猛能打死啊。是吧？这死也在弹，那个兵线免疫也在弹，那就被打。来上路一下。嗯，我来中路继续。哦，好，中路。中路敌人真这么多。去帮你下路，来打，不要，你再帮旁边帮我看，我悟空留下来睡，没事，他会隐形。那悟空你再上路，他假上路了。我是想好了。好。那你们先不要打，四个人我杀三个人。有、哦。厉害厉害。然后一个小兵。哎呀，让他逃了。他逃住了。没有没有，不是卡住，是他的那个招式，他把人留住。原来如此。夜叉的招式吗？对啊。他二技能。啊。应该用那个没有跑速度的二技能，直接跑了，因为他得加速。嗯。哇，上路好惨啊！好吧，你刚刚跑到中路了。I 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要打魔龙吗？有啊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打喽。打。我要看视野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至少也要先杀掉一些人才行。上路要支持。支持，敬请支持上路。我们应该是中路。中路的队伍。敬请支持上路。
哇塞，哇，嘟嘟二点零出来。我只是放一个波浪而已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Do what's righ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ower. 那是我一个飞行。去中路一下。好，我这边来打。哎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我要赢。No one is above the law.哇，我跳进去了。快，我要这只，谢谢。I 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. 中路清兵线，好，先打猴子。Shake it off. 等一下，敌人有点多。哇，被吸住了，救命！我是一打四呢。哇，那个那个。我就是看看，这个是当下，因为他上大招都是我上。一方打野死，那我就我那个四就保了。那我因为我知道我有能打一下子，姐给我乱打一通。Do what's right。撤退一下，我也是。我发一路也行。还有冰雪，我先清一下兵线。有人去反敌方野？哎，不行，我看我得回城。撤退的。好吗？我现在满血，但我不会流血。但是我吸血。你干嘛打我啊？Fight for truth and justice. 我去清下路兵线好了。哇，下路有人，下路有两个人，我不理，我去中路好了。有人来追我，一大堆人来追我。我想找一个什么人，对我就是人。对，下路，下路有一个人。哇，我们全部冲到下路了。你死定了！来打砍下！哇，他是夜叉。好啊，好啊。哎，没有敌人在旁边，还是不要。我去看视野就可以打，那就把他死。我去清一下兵线了。哦，我不小心冲进去。他们还得投降。我想要制作更好的家庭，所以我不想太快投降。哇，嘟嘟！先不要打卡了，先不要打卡，我先撤退了。撤退，如果你想的话。
上路进兵线了，上路快要到了。在上路了，你和进攻上路了。哇，他们好团结啊！我也是来不及了，对啊。你是守塔小妹。刚才发现什么事？我已经死了。没关系，有个红色蜘蛛。罗尔。他密码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嗯。怎么了？豆豆那个网络坏掉了。进攻敌方目空。好了吗？你要不要打？我有吗？要的话就帮我开视野。你们直接冲进去好了。不然会输哦。乖一点，别太冲。啊，打下去下路。嗯。一个去上路啊。那你去啊。我来喂他。五七六十九六三四，不是你重开机箱吗？没事，你重开机箱看吗？哇，都很强！我像你，我比他强啊，杀八个人啊，还用不是用这个比较？不是，人家不过助攻只有两个，神奇事发生了，助攻竟然只有两个，只要我活着，幸好我还没吃两半。现在打开塔，先守塔，放那一边。优先击杀输出。我该不会重来一下？优先击杀输出。请求集合。优先击杀输出。集合，进攻凯撒。
优先急刹输出，开始撤退，请求集合，优先急刹输出。打到中路，谁守塔？应该打凯撒，打凯撒。好，那打凯撒。请求集合。哇，他们在下路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对呀，我记得。请求集合。对呀。An enemy has been defeated. 请求集合。没到凯撒吧？要不然。嗯，凯撒怎么了？走吧。打凯撒的东西。请求集合。等一下。我觉得你不要太害羞，我才玩呢。你不要我回来就死了，可以吗？我要硬开塔了。好。哎，把你放塔上。不要塔上，不要打。我打不到，我要站到塔上。我不想玩塔上。不能丢，应该不是我。我是一次就先将他摔下，那你开心，那就不错啊。你都没有死，对吧？我这游戏就结束，超级悲。哦，今天要被扣了，我就跳回去。